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如这个图啦 ，A B C D 是一个菱形啊，那 A C 跟 B D 哈交于 O 点，若呢 D O 等于4啊，哦 D O 的话呢等于4，然后呢 B C 等于8，哦这个 B C 哈是等于8，好，那么他要求第一个哈 A O 啊还有 B O。啊，还有 CO 的长度了，哦 ，CO 的长度呢，分别是多少？好，首先哈，因为它是菱形嘛，所以四边是一样的。然后呢，它的对角线互相平衡，这一段是4嘛，这个4是DO 嘛 ，DO 是4嘛，所以这一段也是4。哦，这一段也是4，但是8，这些都是8了，这些都是8。好，啊，现在他问那个 AO 嘛，AO， 那你看哦，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，哦，因为它互相垂直呢且平衡嘛，这直角这是1:2嘛，所以这是30度、60度、90度那个三角形，所以 AO 哈等于多少 ？AO 这个是1:根号3嘛，所以这一段是这一段的根号三倍，所以这是4根号3。那AO 跟 CO 一样，这个是等于 CO， 哦，因为 AO 跟 CO 一样。好，那 BO 等于多少 ？BO 是这个 ，BO 是4啊，哦，因为这两个相等 ，BO 是4。第一题，好，我们看呢第二题，第二小题他问的 BAO 这个就30度了，哦，这是30度了，哦，因为那个是这个是4，这是8嘛。那这是1:2嘛，那1:2的话呢，这个平方减这个平方开根号的话，这个是等于啊，这个就是等于那个4根号3嘛。哦，这是1:2比根号三那个三角形，这是30度、60度、90度。这个角 BAO 哈，这个是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等于30度了。